In progress.哎，你们的拜五的运动会哦，没有运动会的人就不用去了啊。你到几点了？因为你很就学那些公关的学生，他们讲，他们可不可以去？要不要啊？要不要去呢？哎，那么好人呢？很多人呢？他我懂，比较吃一点点的，吃一点点的哈。那走路不走好哈？表弟，你是疯。Hi，Everybody，please。这个我们做过没？这个还没做是？啊？嗯，这么多？等一下，还快点讲到。OK，别，沈佳，OK，还有，即将，拜拜啊，都是叫我们全部这些人，这谁吧？没有叫他一出。哎，我们的，哎，disco 啦，OK。还有，还有什么 tips？我说啦，你来。啊，小心，你要死。OK，哇，一二三，三个不了，还两个人呢。OK，杨苏大马索，进来我的同学翻开第14。第14页。个 ring 靠山，可以来，把这读录等查理，哎，我们在等，什么打瑞提德们能够搞完给德马说啊。哦，是那么。
三个处女吧。我是女的吗？我是跟刚刚编列起的部分。我要算你，你我上跟刚刚编列很像的，他会给你三个 EC 啊，他会给你 EC。然后你要写本胡乱那一句，本胡乱一到两个句子的本胡乱，然后它的 EC 胡来干，每个 EC 一个胡来干，一个 EC 一个胡来干。然后本来跟本农都像什么，so easy。我们这边没有五十三把位给你们了。Yep。说房间。对，他后悔啊，然后黄昏，人家是黄昏。sunset 啊，然后他回顾，他就给你 imagine 他在里面是怎么样。哎，怎么？Charlie，老师讲这次出五拉三啊。哎，我是很晕啊，别刚说最容易的啦，yes。你们搞？等一下，出炉三分彩在哪？我不上了，好啊。如母上它有三个 pattern 吗？一个是 Rengasan，一个是 Ulasan，一个是如母上吗？如母上它给你一个一样的 pattern，然后就是一个 pattern，然后你要找的 focus 哦。他没有告诉你，at least Rengasan 他跟你讲你要找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如母上是完全没有，只要看你明不明白整个五了。如母上那个本体干掉的什么，它的 focus 是什么东西，然后才找它的 EC 出来。打包我给你们的这个视频卡上来的，最容易的。等你们明年你们上 Form Four 的时候，就全部都是如母上鸟的哈，很难的。这我给如林嘉善是因为这么多年，你们去年风度考试也是林嘉善，他们去年风去也考试也是林嘉善，final 的时候，哎，你说给他，照顾，可能下个礼拜还是怎样，看一下你们给的这些 tips 啊，我们看一下，我可以过渡一下。即将两个辣五角了，对不对？那个即将的，你那时候还没有理由啦，这样讲过啦。是的，很容易啊，真的。你不明你也不会笑啊！他字全部都很明白，很容易的。十个。名字规定。几乎啦。如果真正的应该上头会长一点啊，这个是老爹那比较短啊。这个讲先。错，我们扣分。我觉得嘛，是的，practice more，it's okay。好前面讲过，考试就没有了，考试就是一定是要队友的，DWL 沙发。是这样的吗？你考试你错了，不是扣分，是没有分，不是扣分，是没有分。是的，等等看，OK，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本你干啥？找到了吗？喂，嗨，一个都找不到，还是你没有读？还叫你找么？还要你找 Chara Chara Mengelakkan daripada jenayah ragut 懂哦？大家什么是 ragut？抢劫啦！
就是有时你走在路上啊，人家抢掉你的 bag 啊，抢掉你的手提电话啊，这一些啦，啊，抢掉你行李，说 cash are good。OK，说、so、这个我们的国家啊，cash are good 啦呀，你很长啦，很常发生的啦。被封了二吧，很多啊，我环球说，我也挺好的，挺好的，哼，耶！对，我看过在火车上面的时候，偷电话，偷电话，是偷的，LD 的时候，还可以 track 你家里的吗？Right，so。来，说话讲 Jenayaan Ragut 哦，它是 Jenayaan yang kerap berlaku di negara ini 啦，kerap 就是很长的意思，时常啦，发生在我们的国家。你要知道 kerap 是长，很常发生在我们的国家啊，这个国家啦。所以 itu kita perlu sentiasa berwaspada 哦，berwaspada 到啊，哪个都 berwaspada 啊，小心啦，啊，警惕也是可以啦，berhati-hati 啦，dalam kehidupan seharian。So, pelbagai langkah boleh diambil untuk mengelakkan kejadian ragut daripada menimpa diri dan keluarga. Menimpa diri 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啦，或者是我们的家人身上啦。So, 在第一段，他只是给你，他已经给你讲了langkah，就是 cara 啦，boleh mengelakkan kejadian ragut. So, 你看第二段有没有意思？对吗？Kita hendaklah, kita dinasihati supaya tidak berjalan bersendirian. So, isi sana ni, nah, tidak berjalan secara bersendirian, ah. Biar sendiri jalan, tidak sendiri jalan. Ah, tidak sendiri jalan, tidak sendiri j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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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dak sendiri jalan, sasaran jalan. Target，大概就会成为了那个 target 啦，啊，目标或这个 parable parable 咯，sasaran。哎，然后 sebaik-baiknya berjalanlah dengan kawan terutamanya jika kita melalui jalan yang agak sunyi，这边也是可以啦，对不对？是你跟你朋友一起走咯，尤其是在那种比较疏密。啊，比较安静的那些路上啦，所以跟朋友一起走。可以说，除此之外，所以度 kita dianjurkan supaya memilih jalan yang dilalui oleh banyak orang，有没有？啊，这个啦，memilih jalan yang dilalui oleh banyak orang。So jalan yang sentiasa dilalui oleh orang dianggap lebih selamat，这是它的 uraian 哦，有点还比较安全啊，如果很多人走的话。可是刚才你讲这把上不上米是很多人呢，还是不安全？越多人也是不安全，你看更有那个机会啊，来对你下手咯。所以去不了阿爸不可加的，你提到你讲噶，你再讲噶就是不能被expect 到的啦，啊，没被预测到的。嗯，kita mudah untuk lebih mudah untuk kita meminta bantuan，所以比较容易去寻求帮助啦。发生什么事情的话，OK，next，别当那么多干 benda yang biasa diragu 啊，这个是吗？这个在跟你讲哦，你们的女生的手提袋啊、包包啊，都是很常被抢的。Maka peganglah beg tangan dengan betul supaya tidak mudah diragu，有吗？这个咯，pegang beg dengan betul 啦。Okay，然后这个是他的 cara 啦，sekiranya bahu kanan menghadap cara raya，所以你的 kanan 啊，哎，你的 kanan 是在马路那边啦，在外面的话，你的 bag 就要放在马后吉利啦，就是放在里面啦，说它不比较不容易抢嘛。你放这边还不是一直拿走了咯？对，你放在这边它就抢，比较难抢啦。OK，然后还有嘞，berjalanlah berlawanan dengan arah jalan，这个也是要跟那个反方向的那个车，如果车是往前面走来呀。
我诶，车往那边走啊，我们就要反方向的啦。你不要跟着车的那个方向一起。布拉瓦南就是opposite 的意思啦，布拉瓦南，哎，反的意思啊，来反方向。然后这里讲到，jika berjalan berhampiran dengan jalan raya, pastikan kita berjalan menghadap kereta yang datang，是我们面向车来的那个方向。OK，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的话，yang sangat penting loh, kerana kita dapat melihat kenderaan yang menghampiri kita,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可以看到那些靠近我们的车辆。也是可以避免人家啊，如果你可以看那个摩托啊，哇，突然间靠到你的时候，它就特别的慢，靠近你的时候，你就要很警惕了，要小心了咯。那、啊、可能他是要来抢你，是吗？不然的话，从后面来你看不到吗？你后面有没有眼睛？哎，说这个是。这几个 chart 啦，我来一二三四五啦，有人把这个考级的 satu 一系是不是？还是跟你们没有写这个一系？你们把它写成字母 raya 对不对？你可以把这个一系，所以我讲你可以有把它分开，也可以把它 combine 在一起。OK，你到 berjalan bersendirian，然后 digalakkan untuk berjalan dengan kawanlah，也，terutama melalui jalannya agak sunyi。你可以把它 combine 在一个 EC，没有的话你可以分开，因为我觉得分开也是可以吗？因为他这边是讲啊，你不要自己一个人走，但是这边是跟你讲，他是在比较安静的路，你跟朋友一起走，所以他可以考虑的是另外一个朗高咯，在这边，走、so, 会吗？想写，马上，安达尔呀，安达尔。直接用它的开头就好了。啊，查了查了本源了，把这简单软回去了，就可以哦。因为它是 bring 卡上吗？OK，直接用它给你的这一个，它给你的这个什么啊？啊，这个题目，查了查了本源了，看到把这简单软回去了，提到不加了是加了不是点两句号，就这样罢了。然后你用一些本来的文章啊来 continue 第二个 easy，三个 easy，第四个 easy，那最后一个，翻译度是德鲁斯尼啊。哎，你上面一度本沙哈加阿休斯咖喱就可以啊，一个零。OK，然后需要给斯布朗吗？不需要，应该是零卡三罢了，不需要给斯布朗。阿休斯咖喱是最后一个 point，你才用阿休斯咖喱。阿休斯咖喱，kita digalakkan berjalan berlawanan dengan arah，你刚，叫 galakkan 是鼓励。我哦，刚刚，嗯，我，不过是培养，过来，啊，杜丽斯卡，这边，下面给你们命令，你妹妹三个人呢？这个好像五分四分钟就做完了。Up to you，嘿，老师哦，这对我来讲，它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follow 你老师的 pattern 啊，可不可以写一个你拿起来，第一个跟多少钱？你看哪里？你可以的话，你不要抄到整个句子啦，可以换一换那个。嗯，如果你要抄也是可以吧？他讲你低了，说白点低了，哎，他讲嘛，anda dikatakan menggunakan ayat sendiri 吗？tanpa mengubah 的 maksud。你可以用一些刚才我讲的 dikatakan 哦，causes 真的，是难易度啊。啊，OK，写一下啊，网课同学是啊。我就要。然后这个呢，我们就可以讲
会哦，那个谁啊，谁啊？爱同 OK 啊，爱同你写嘛这个 Ringasan。对。对啊，我不会的话，比如说，要不我问一下啊。不可以先。啊，算了，算了。Hi, Karin，我们在做着这个第十几啊，14面的 Ringasan。我刚刚讨论完罢了，它的乙烯啊，啊，你看一看啊。知道不？笑笑，你们明天才去吗？哎，刚才你写的。喂，你大哈哈，back 档案，嗯哼，你可以用 vanita 也是可以咯，可是 back 档案不一定是 vanita，哎，也是可以啦，把你，可以。我是可以重复的，可以重复的，含金灯柱噶，讲到一个字下去了，我马屁也必须。丽莎拉娜古语哦，嗯，SLA，spelling 好的，快快抄，注意 spell 错全部。我是可以换句子的，换句子，可是马索要在。你想吗？呼吁也是。OK，好嘞。写字抄的时候，哎，第一个句子，第一个字在，是不是叫大写？大写需要你大写小写。Spelling 写完之后，check 一下你 spelling。很多 miss 掉什么一 spelling miss 掉完了，不止二啊，错完吃掉了，看到吗？你看到吗？spelling 错很多啊，那个 i 呀、啊、什么不见掉了，是的，是的，是的，下三幺八不给个五个 slot 你们不拉屎呀？你们巴士刚安排的，那就。你不要看到重度感染啊！讲安定个重度感染的路，你不要。对，你们一定会看到。我跟你讲，可是我很不喜欢给重度感染，就是，可是不给又不可以哦。你们真正啊，不要看了啊，啊，重度感染。假如你们看的话，no point，是不是？是啊，OK，来，我们看一下这个current period。所以 current period，你看一下它的题目。还有什么？Tulis langkah kerangka lengkap berdasarkan rangka kawat ka, rangka karangan. Tak sih, harus bukti ni rangka karangan ah. Okay, berdasarkan ini petikan yang dibeli lah, harus gambar raja dibeli. So, hak kira sih juga manfaat membaca karya sastra. Fahamkan? Tak ada tajuk oh. Sebab sastra, sastra itu sih ni sih lah, ni文学. Literature, yes，你的这些像 Japan 啊、novel 啊这一些卡萨传啊、小说这些，OK，所、so, 以我们把漫画轮把这卡也萨斯德啦，懂哦？什么是漫画了啊？漫画是好处，给这些字你一定要懂啊。OK，那他给的这一些字呢？诶，苏博榜上啊，么么么么嘎啥啥，然后又给你三个比较明显的三个字嘛，然后那些 Padagan 哦，其实如果考试还给那个小小 Padagan 呢，你不用读的啦，啊，然后更何况这边你连读都读不到那个小小的字啊，对不对？
把它是不是有给你三个最主要的玩法啊？你给的吗？它 menimbulkan kesedaran。第二个是 memperluaskan 你的 kosa kata。第三个是你的 mengisi 你的 masa senggang。哎，这三个玩法，两门的深度，kamu tak tahu？那这三个玩法，它三个都是玩法呀，对不对？menimbulkan kesedaran、memperluaskan kosa kata、mengisi masa senggang。哪里一个你们是不明白？马上对应的方法，马上生当是马上拉帮的意思。你可以用马上拉帮，或者是马上生当。都 OK。生当呢，好像你的是吧？你的空，找一下那个花样啊，空闲，空闲时间。Menimbul 是 menimbul，我们要引起。menimbulkan，通常可舍达那我们都会用这个字的 menimbulkan，让他们有这一个，什么是可舍达那啊？awareness 啦，也就是你的，让他们有这个觉悟，让他们知道，让他们唤醒他们，OK，唤醒他们什么呢？什么东西？啊，所以独立的确有什么好处？OK，然后还可以们拿吧，因为还可以有一些什么，教我们一些像我们每次读的什么 puisi sastra job ban 全部，我特别是 pengajaran 的 nilai，对不对？所以他会有教我们一些nilai-nilai murni 啦，啊，道德教育啦。OK，那我们 perluaskan kosa kata 呢？哎，什么是 kosa kata？喂，你的。词汇 vocabulary 对，你的词汇，所以你词汇更广咯。所以词汇很广的话是很重要，知道吗？不然的话你来去去都写那个几个字，但是你会哦，你会那个华语句子，可是你写不出来白文，懂那个词汇怎么用？Okay, kosa kata yang luas, okay, 然后跟填补我们的空闲时间，生刚是空闲的意思啊。哎，空闲时间，OK，来我们来看一看。So，搞了那点点，好啊，怎么读 list？我们是 ada pendahuluan 啊，satu ayat pendahuluan sahaja，jangan panjang-panjang，因为8个字，不要太长，你越写多，你越读多。所以你的搞了那你的 pendahuluan 呢，一定是要广义到 gaya sastra 有这个得吗？哎，我们把这个 gaya sastra 跟它的这个玩法啊啦，所以这种类型，你看它点的蛮高哦。他都是写他现在的 issue 是什么，现在的 masalah 是什么东西，所以他给的是他讲现在呢，sastra 呢是 orang orang 的 dipinggirkan 的意思是讲说，我们很常都是被这些小文学啊，sastra 我们叫文学啦，还有 sastra 都被忽视，就是没有人来，吧，就是没有人觉得很重要咯。哎呀，他叫你读不信，你读呗。你不去读完读完之后，是不是对我来讲，感觉到对我们的生活上好像没有这个大的帮助？所、so, 以现在呢，就好像呢，这被这个被忽视了啦。哎、okay，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太打数，能按这个感觉，怎么打数？啊，他很像像什么？我们现在我们很。我们还要我们一直玩，一直玩啊，还狂，他说我们讲狂热，哎，狂热是哇，一直要玩，不用玩 gadget 啊，你都不行的，就是摸对象上瘾，为什么你上瘾呢？因为你打输哦，人家这个 gadget。上瘾是到最后一个 level 的，所、so, 以我们先加速我们的 gadget，然后我们才会上瘾叫什么？Yes，给大家看看，所以你就可以写现在的这个 problem 啦，它的 masala 啦，或者是你要用比较简单的方式也可以，那就讲哦，现在有很多嘛，有各种的。
这个方法啦，举个几个什么红本辣椒绿或什么八枝开的沙沙也可以，这些。啊，OK，然后来，你看他的给，他给你的第一个的 EC，他的 Raga 啦，看他讲 memberikan manfaat 咯，他讲这个 bacaan sastra 带来很多好处，因为它可以 menimbulkan kesedaran kepada pembaca。然后 nilai murni dalam karya 是什么意思呢？他作者写的呢？你要讲解，那为什么他这个 sastra 和 pendidikan sastra 可以 menimbulkan kesedaran？你要解释啦，这个是你的 huraian 啦。How ini demikian kerana 什么嘞？啊，为什么这个当读者们把这个 karya sastra 的时候呢，他们会有这个 awareness，说你的 answer 你就要回答咯，为什么？那个是你 huraian 问哪个？问你自己。所以在你拿到这些 EC 的时候啊，你要问 huraian 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我们的考古没有人 embargo，你 either 可以用蒙阿伯跟巴嘎巴呢。或者是科三这三个你都可以用在这边，所以这边比较容易的是用蒙阿波拉，因为什么呢？因为作者通常哦，他们都会把这些尼莱姆尼怎样放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吗？来教导这个读者嘛，啊，所以蒙阿让呢，通常他们会他会什么呢？啊，叫什么？他会怀疑什么？加入啊，我想请问呢，啊，我们当妈也是可以啦。作者叫什么？可能便是啊，本阿让，对，可能便是你刊登的那个人，本阿让，本阿让，哎，本阿让，他本阿让会怎样呢？比较正确的话，我们可以是用这个字，门阿让，干。啊，si 进进去里面的意思啊，serap 吗？原本的是叫 serap，serap 叫 si，OK？所以 menerap 什么东西？你来，muni 啦，在他们的，哦，你可以借这个字哦，打到他的加油了。然后你可以再加一些呢，工作什么你自己写。加长一点，温度。那、啊、你我这个我让你们自己去讲啊，温度好不好？所以这个是接在这边的哦，因为本阿让接在这边的，after 这个本巴就这边，接在这里，随举，然后温度你们什么为了？你现在你们自己想一想，给、okay, 第二个呢？第二个呢？嗯、啊，你们要抄起来，这个也是可以的，像我要你们写的，All right。然后第二个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词汇，增加我们的词汇，这个也是为什么吗？哎，你就讲了哦，当我们读多这一个 Gaya Sastra 的话，它能够增加我们的词汇。然后它的这边我们讲是增加我们的词汇，它可以带来什么东西吗？所以它 model 是科三这边哦，对不对？你可以用 K 来写，来作为你的 huraian。所以它给的是 K，科三是什么？它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写出更好的什么作文哦，本努力三娘的编排。不嘞，这个啊，你自己把它变成句子啊。这个它的意思就是说，它带来的后果是。它能够帮助读者能够写出更好的本努力三包括了噶啷安这一些啦，所以你可以用咯，murid murid dapat hasilkan karangan yang lebih baik。哎，这个啊，所以你不一定是要跟我的 rangka 到完啊，你可以改变啊，这个 rangka 只是供你 guide 你怎么写罢了。诶，第三个呢？第三个是什么？它可以mengisi masa senggang 啦，dengan membaca sastra。给大家讲，你要讲他如果他古来也没有给很多，他讲 mengisi masa senggang dengan membaca karya sastra，然后你要讲古来也。Secara berfaedah. Secara berfaedah.
没没没，我他的胡来呀，这个填补空闲时间读改小说啊，胡来有什么胡来可以选？tidak terlibat dalam aktiviti yang membaca masa. tidak terlibat dalam activity，那个 activity 你可以 specific 一点。tidak supaya tidak terlibat dalam isi sama activities yang negatif或是 tidak terlibat dalam kejaran sosial lah，也是可以。我们这边读过没？因为为什么他们一些学生他们会 terlibat dalam kejaran sosial？有的时候是一些社会问题哦，特别是其中一个它的 factor，它的 factor 啦，可加拉所说是社会问题所以他为什么学生会青少年会等你把他们给加拉说说，第一就是太多功劳啦，没做嘛，OK，没东西做嘛，太多功劳咯，然后第二个是朋友咯，OK，朋友的影响。第三个就像你讲的，朋友的影响包括了 privilege 啦，你的朋友的这个叫什么？压不是 privilege 还是关照压力啦？可是说朋友做你不做，等下朋友讲哟，做你不做，你没有打他，哎呀，什么什么啦，然后你去做，还是因为朋友做你才去做，所以那个叫 privilege。如果你不做的话，你感觉到好像你被排斥这一些，alright。这很多了，所以这边你可以这样子写咯。他们填补时间的话，你这边就可以想它的个三 positive 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可以避免什么参与在不好的活动，就是不良的活动。你要给冲多也是可以啦。如果你看你的你的句子啊，你把改然啊，如果你还达不到那一个字数的话，不你看冲多，不一定只是一个古拉亚那你可以写多一个古拉亚句子。不会是参与，或是涉及在那个什么这个是另外一个你可以想tidak terlibat dalam activity yang negatif 或是更加的 social 都可以，或是 activities yang tidak mendatangkan 什么我要写另外一个，我别写一个 di。tidak mendatangkan tidak terlibat dalam aktiviti yang mendatangkan 什么 faedah lah 不要所以他们就不会参与在那些 activities 不会带来好处的 activities tidak mendatangkan sebarang kebaikan. Juga cakap dia dengar, tidak terlibat dalam aktiviti yang mendatangkan sebarang. Okay, 他的 berutuk 呢？不过啦，你呢？所以你这边本都是摩托是给你那些哈，memberikan 什么galakan 是必须要必须做什么东西咯？第五八八讲所有的 masyarakat 啦，给 harus memupuk minat 什么 terhadap karya sastra dari sejak kecil dari kecil。或是身价可就，大于身价是错了嘛？大于可就，可能我这边改成期望，大于可就，或是身价可就，然后你就可以加这个不里巴说下去啊，你要不要加钢筋？你说 OK，门多不落不要打你的工呀，OK，因为什么？因为看我们讲从小要培养嘛，所以我们这个就可以用，可以适合用这个句子。然后就讲克拉勒啦，我们都不落标啦，待遇的姑娘，教育要从，因为教育要从小开始。阿布玛说你们都不落标的姑娘，而你那个是有其父必有其子，